为什么我的绣球开出来比较白？我回答一下刚才一个花友的提问，这是在楼顶花园养的一颗逃跑新娘，这一个是在屋檐下方一楼的一个多小时日照的这个环境，还搭了电动遮阳网的。然后我转一个圈给你们看一下缺光的颜色会是什么样子的，和光照直接相关。差点把这个罐子摔到手滑了。我们看到这个顶端是因为它下面全部被遮阳网挡了80%的光，且还放在屋檐下面，所以顶部根本没有着色。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品种，光照对于花的影响就有这么大。然后我转一个方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一面的颜色是偏绿色的，它还完全没有着色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？即刻把你这一个完全缺光放在30度以内的阳光下面去晒，让它享受一早一晚的全日照的这个光，它就很快会着色。我这一颗全部会上到彩虹色。哎呀，作孽呀，刚才摔了，断了两只。从断了两只看，就可以看得到去年的一根枝条开多少朵花出来。那光照对于这个花的影响，我就讲到这里。